孩子怎么办？啊啊！看看你的字儿，看着过烟瘾。这我买单了。Yes. How are you? Fine, thanks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Good evening. Good evening. 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哎，要不然找几个人吓唬吓唬他？哎啊，不用吓唬，跟他讲理，他讲的咱们。爸，爸，哎，爸，爸，你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把他吓。怎么了？都没我这绝。你呢？我这绝活能拿奥斯卡小金头奖。嚯，能超过我这个去？金头干嘛？嗨，小人头，小金头，小金头。好，您那可要功夫。想起哎，这事儿别跟他说啊，怕什么呀？你看什么菜儿？菜，菜是我吧？菜是我。以后得弄奥斯卡，那就是一婆了。对，哎，这咱哥们也光荣。是是是啊，嗯，你什么词儿？你们词儿下来了，我们。哎，他们说了，我演坏人特像啊。怎么了，秦哥？啊，您也少上枕头。怎么了，秦哥？你也想笑笑笑？你也想笑笑头？你也想笑笑笑？人家猴叔啊，跟咱们可不一样，人家有后晕，后晕的，人家有后遗症，嗨，哎呀，后晕，人家有后遗症，我有大脑炎。没尽量往那边靠，说话好的。人家猴叔啊，跟咱们可不一样，人家有后劲儿，十年磨一戏呀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。没错，对，可别隔着门缝看人啊。对，蒿子里头啊，藏着人之草，嗯，泥里头陷着铺子金杯。陷着泥鳅。那管什么？你说那个话怎么？侯叔一出名，街坊都光荣，嗯，他就是咱们这楼的活广告，咱们这一片的太阳。对，嗯，对，嗯，啊。我再有人问我，哎，兄弟啊，哪儿住过您呢？嗯，哎，咱跟他说，那个说，说他妈的，不是你在我想，你在我想说你呢，这得说相声的侯叔，你这，他出生的地方，巴塞罗那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，嗯，奥运会都在那儿开的。是是是是是，哎，真了不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信不信？用不了多久就是尊经理一个劲儿做检讨。当然了，他们检讨得成啊，这侯叔还给他们留着面子呢。嘿，不给他们留面子，找他们头。哎，我就看着他这想法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不是给他们留面子，给他留面子。我缺乏修养，我给他说一个有修养的。嗯，孔子曰：“吾三日不废。”吾三日三省吾身。不是，哦，不用，没关系啊，这创意我先留着，留着呢。什么事儿？跟我说呀，那我不可以就不来了。什么事？那我不就可以了？小姐，来。他推我，你为什么推他呀？他骂我呀。你看，你为什么骂他？我看你真是。别笑，别笑。实在挺好玩的，说实在话，哇，
我别呀，以后总得有个原因吧，说说到底因为什么啊？你去问他吧。你为什么打人呢？还让您问，您就着急了，着急着急。哎，我呀，想给吴大夫送一红包，您能帮个忙吗？哟，这可不行。他不收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没这必要啊。我老小子。我没必要啊。你要送。你送，我帮不了。帮忙。他不收。我觉得你没这必要。那你要送你就送，不过这忙我可不能帮你。这忙我不能帮，对，你不说那这了，是不是？这我再说，还您这他不收，我觉得你没事。我又错了，我就等你，我给你买这鞋好吗？啊，哎呦，不赖嘿。比意大利老头质量还好呢，老头鞋。我以为鞋就是这样。明儿啊，嗯，你也把头发整整，喷点发丝。对不起，导演，我恨死我自己了。我说这本子是这么的。我刚才好好的。他不给你动菜刀吗？你呀。抱着他脑袋啃，嘿嘿，什么时候让你啃了，这事儿就齐了。嘿，就是这招儿，哎，凤梅都奔不过来的。有一句成语呀，恳求要求。你哈，要惨了。恳求要求，气死我！这会儿火了你。我火什么？我火不是谁不知道您这作品在楼里拿大奖了？嗨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在楼里拿大奖了？